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师。OK， 先玩游戏是小哥放赚钱赚幽冥路丢游戏。OK， 先我们要去拯救的是青城派。青城派的历史悠久，声名卓著，乃穿梭武林之中留砥柱。探子回报天龙教，已攻上青城山，单凭青城派一派之力，恐难抗衡。OK， 这两回合吗？海沙帮都不用救了吧？海沙帮这么烂。好了，为什么救青城门呢？大家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我们青城门人应该已经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用再刻意抓了啊。所以大家要不要救青城派就看大家了，因为大家可以靠拯救青城，去绑青城门人加入队伍，所以需不需要青城派的人协助，看各位喽。OK， 帮主，八步之一魔狐罗家率众一路挺进青城山道，如今青城派坐困关中，孤立无援。青城派坐拥天险，多处天险，本该易守难攻。魔狐罗家那是这么容易便将青城派困住了吗？因为有人是内奸啊。是啊，莫非那是蛇手弄蛇老鬼，还能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不知他能通天彻地，肯定是有人能帮着他。提防周围，咱们要对付了，怕不止魔狐罗家一人。是，青霞使，劝你认清时势，早早归顺我天龙教，教主说不定还能赏你的青城分舵主坐座。魔狐罗家，可别小瞧我青城派，此间众人之力，未必胜不了你八步之一。哦，此间众人之力，哈哈，怕不止只有青霞老儿孤军奋战啊。你说蛇，师傅。青霞子突厥背后一阵杀意迫近，大要拔剑已然是此。只听得铿锵一声，手徒燕羽及时挡下来犯之人。众人定睛一看，竟是青城派的紫阳子。师弟，你师叔，这是为何？问我为什么？你们看不明白吗？天龙教乃是天命所归，我不过顺应时势，避免无谓的牺牲罢了。你数十年的师门之情，你想一剑斩断的吗？哼，师兄，你以为所有人都对应陪着你一块送死吗？只有降服于天龙教之下，才能延续青城派的命脉。各位，我们临死也不当魔教走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会青城门人的刺穿会落在我们的角色这边。有没有？对，这是我们的角色嘛。然后对啊，等一下我看一下。对，所以他可能是随机触发，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部队伍中有青城门人要让他上场触发一个剧情。叛徒，我们灭了你这个师叔。孙悟空，师父可是为我们性命才做这艰难的决定，你们想死我们可想活啊。应该只是那个随机挑人的啦，我猜挑人就是触发这个对话视窗。若是我们同你合作，未必不是天龙教的对手。师弟，此事回头还不晚。天真，天龙教的力量远超你的想象，你这是自寻灭亡。若你还是想一意孤行，为了青城派，我也只能亲手送你上路。保护师父，龙虎阵。愚蠢的狮子们，你们被那九泉之教好好反省吧。这就是师叔教你们的最后一课。师弟，你我齐剑，莫牵牛我徒儿，如果不满，都冲着我来吧！哈哈，好个要命不要命的蠢牛鼻子！物众天定，女子养子一同杀光这些冥顽不灵的蠢货！魔狐罗家，你的对手在这。马面罗刹在此，弄蛇老鬼，尝尝老子的牙角枪！阎罗，可恶，又是你们，少来坏爷的好事！师父，是我援军来了。太好了，肯定是正好我林派来的援军。雨儿，各位，咱们再坚持一会。
猛户罗家那出了什么烂事，赶紧将他们杀了。OK， 青城掌门的位置应该是我的，我的，我的。哦，原来你的口白这么的激昂，激昂。青城掌门的位置应该是我的，我的。好了好了，别让他走了，别让他走了。OK， 那我们先去救，等一下，流氓先去救他们好了。这边好像也有道具，我看一下隐藏道具。然后我查到在一个门口，一个住宅门口。噔噔噔噔。哦，爽欸。下万难，做人为甚。青祥子是长老哦，他不是掌门人吗？真正的剑道到底在哪？就是我魔狐罗家得罪我罗蛇君的人，坟上的草都跟人一样高了。青城掌门的位置应该是我的，我的。一个啊，这一个吗？不是，哎，可是我看到还是别的，没有别的门啊。好了，那个隐藏道具其实也没有多好了，拿不拿都无所谓。哎，霸体是不是？青城掌门的位置应该是我的，我的。哦，霸体，好，霸体就算了，就不要打他了。让你们见识下我们绝刀门的厉害。为什么要抓东夷浪的呢？单纯我觉得他们的狂风剑术很帅，就这样，没有其他原因的。我打很少，直线。哦，对，这样好了。嗯，蛮轻松的，就门牌都蛮轻松的。不是这个门吗？我记得这个门
门口前面有一个隐藏道具，我一直找不到。给你最后一集。啊，按到了，不小心按到了。师傅，这是烂泥扶不上墙，青城派是不行的，我们撤。小二这样子，你也不过是没天龙教的气质。嘿，跟着那帮人，什么时候被卖了都不知道。天龙教可不止一个模糊罗家，总之层层天龙教势力再大，也无法与整个武林为敌。你就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吧，师兄。人啊，到头来是为了自己。我是天龙教士，你眼前的丰都也是。西洋子羽臂举起手掌，一掌拍向自己的天灵盖。你们将他好生葬了吧。只有加入天龙教，我们才有活下去的机会。师伯，你竟然听不见师傅的话，咱们也只能离开青城派，投奔天龙教。你们叛徒，这魔教走狗，走晚。够了，你们去吧。下回见面便不是以师伯子相称，希望你们还能记得青城派的教诲，好好做人。带上师父，我们走。青霞子，你可还信过阎某？阎帮主，无论你有何目的，你救了我等性命是死，回报这份恩情，是我辈侠义中的应做之事，有何请求，不妨直说。对抗天龙教这事，想来你是不会拒绝。我丰都除了天龙教之外，要对付的还有腐败的朝廷和一个在背后挑拨武林纷争的幕后黑手田义成。田义成，那个恶名昭彰的杀手组织吗？你们想推翻朝廷？这高皇帝登基之前便倒行逆施，谋害忠良，十多年前害得秦王家破人亡，十多年来还有倭寇勾结，放任沿海百姓给那些贼臣劫掠，百姓苦，忠良怒，这是什么狗屁世道？每次回想起来，老子也干上几句。当年要是老子再快几步，就能救到秦王大人，天杀的狗皇帝。狗皇帝的账，咱们以后有时间慢慢算。用妹子所言属实，那秦王一孤已逃得性命，如今当一笔借平民的身份安稳过活，已是不幸之幸。哎，秦王的一孤是谁啊？不会是燕羽吧？是吗？是燕羽吗？只见燕羽眉头紧皱，嘴唇开开合合，欲言又止。怎么了？瞧你的眼色有些不太对劲。羽儿，燕羽闭上双眼，缓缓舒了一口气。师父，咱们帮他嘛。羽儿，师父常言，为国为民，想要治大事。如今百姓既陷于水火之中，我等岂能袖手旁观？你说的不错，不愧是为师的弟子，严帮主。你正忙，我们青城派帮了。哼，好，好样的，小子，老子一眼觉得你是性情重了。来来来，今后就是兄弟，跟老子大有酒肆去喝一杯。在下不会喝酒。哎，酒要能练，担心什么？来来来，想想最近酒肆是哪一间？哈哈哈。那是丢到了。OK， 多了好几个青城门人。好啦，青城门的人很够了。好啦，那这集就到这边结束啊。喜欢频道，欢迎到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也打开，欢迎到我粉丝页按个赞，以追踪最新消息。谢谢大家自己的收看喽，谢谢，拜拜。